我哋撞人咧，好多都係嘅，向前撞，向前撞冇力嘅。呢、這個都叫向前撞。我哋係利用我向後一整個身體去崩開佢，係咪重好多啊？話曬都係阿豪系列啦。OK， 你講。今日月好啊，好啊，唔係好今日月，好今日月。你的進攻意識就是我切入、切右、向左、向右，一定是左右。如果我要向左的話呢，是左右左，明白嗎？因為你在右邊，你這樣想就可以了。除非你是去到 Derrick Rose、 Ja Morant 那隻這樣的速度，你什麼都不用做的，潛下去過就可以了。潛下去，你啱啱都潛落，但嗱，我好傷心哥噶，我唔係話好啊，成日大家都睇得出嘅，兩位球員都係燃燒緊佢哋嘅膝蓋喺度打籃球嘅。好，再嚟咯，我哋試下咯，做翻啱啱嗰樣嘢咯。好啦，而家我哋當阿豪帶住波，開始啱啱做翻咁嘅樣嘢，係啦，係啦。好停，嗱，嗰個角度問題啦，你見唔見你向緊外走，你貼唔到埋我身度。嗱，再睇一次咯，啱啱你做嗰個動作咯 ，boom， 係啦，整體都係太過慢，係，點解慢？唔知啊。太過大，動作太大，呢個步太大。你啱啱係咁，係咪？你應該要做到嘅係好細、好有力、好快。你要將我移過嚟呢度，然後用你嘅膊頭，唔好中前，係啦，手踭攝入去，基本上你上硬攬噶啦。明白，手踭呢個動作，所以你要練咯。其實你會見到一樣嘢，我會帶住個波嘅時候，基本上隻手擺喺你呢度，係咪？伸隻手出嚟我就撩開。但係你係咯，你呢個唔係講話做咁，順便係攝埋。係啊，順便攝埋噶啦，過咗，明唔明？再嚟試下，係啦，啊，好好多啦，今次。嗱，當然啦。你是中到很低的，你现在还可以的，没问题，因为你年轻呢，你中得低没问题，但是当如果你开始年长了，好像我这样开始肥呢，这样的动作会令你膝盖的负担会比较重，我潜不到下去的，所以你看看，那你看看你究竟你的身体状况去到哪一个，你自己衡量的动作你做不做到，刚刚好很多了，因为呢做啊，右左右，好了，啱啱右左右之後咧，你發覺你第一次咧係兜圈入去嘅，係啊。第二次咧就因為你速度唔夠嘛，第一個動作。第二次咧有力好多啦，係啦，嗱，你開始可以攻入去。右左右嘅起動，無論任何運球，右左右都係入去嘅，睇唔睇到？入去嘅。你個突然性係啊！你見我前面好慢啊嘛。嘣一声弹跳，系啊，你冇乜得 mark 嘅呢啲，记住右左右入，睇右都系右。嗱，你啱啱系咁，第一个动作系慢嘅，你就去咗嗰度。第二步你冇入翻去，向嗰度，咁你就变咗兜圈。第一次，啱啱你做得到嗰次就系。都是要用力的嘛，其實呢係啊。咁第三個重點，點解你第一下會去嗰度咧？係咯，唔知道。你個波喺前邊，當你運球，個波喺前邊，你一定係帶咗去嗰度。
因為個波喺你手踭前邊，你轉唔翻入去啦。個波已經帶走咗你，所以你就變成咁樣，一個波拍咗喺前邊。我哋運球咧，個波咧接球嗰一剎那咧，係唔會喺前邊接球，即是呢一下接球，你啱啱接球嗰下個波喺前邊，你一定向外。我哋接球嗰下係最多喺我哋嘅保護手嘅水平線。你就會用呢一度扯自己向前，再試下咯。好，試一次，係啦，好啲啦，今次係啦，好啲啦。但係嗰個速度都我覺得速度唔夠突然唔夠快。你有變速，但係係二十變四十嘅感覺。點樣可以再好啲咧？前面慢啲，後面快啲。再慢啲。前面再慢啲。Boom！是啦，再慢啲，再慢啲，再慢啲。你可以将你的加速力再加强，你弹跳力和均速都高过我，但是你的爆炸力是低的，零到一百那下是不够我快的，我加速明显快过你，所以我个人会易很多。你要用到你的核心，怎么用呢？记住，我们拍，当我们起动的时候，手力运球，手力運球，手力運球，核心壓埋去，你會覺得我直情好似撞開你，係突然間跟住。係啊，嗱，記住手力壓，攝咗入去，是不是你其實完全冇得 block 嘅，因為我隻手已經攞咗嗰個位置。你睇多次，啱啱係攝到咁樣，舉手拍落嚟都拍唔到。要快，要用核心，明唔明白？例如，係好突然，你要用到呢一度，使唔使話要跌落去咁樣？唔使用跌落去，你要咁樣嗱。所謂嘅 drop 咧，唔係個人跌咗落去。是你的腳要抹闊，人呢是直的，因為你用住呢度，你啱啱唔夠快，因為中緊線。我哋是壓，唔係我哋唔中前，而是不會用重心帶你走，我們都是向前，這裡實腳用。好，來一次了，再說了，阿豪停，一開始用左手拍球先，你不可以將我拉了過來這邊，先轉右手，一個動作起動，左手拍拉高個人，是啦，轉右手，轉一下 grand， 是啦，明不明白？你的組合應該是這樣。左轉右 ，boom， 走，得唔得 ？CM 試下，你媽 CM， 好，喂唔係，或者咁啊，或者 CM 阿豪啊，我媽好嘅，係啊，你媽佢啊，睇下你壓壓到我，大波，大波，啊，叔啊，唔緊要。浮啊，
浮嘅意思就係咧，你撞嗰下咧，明顯呢度唔夠力，但係你撞落去嘅。啱咪啊？順勢批佢啊！啱噶，啱噶，你唔係係咁，你攝入去就係咁啦。啱啱係佢摟你啊！係啊，我失。你係啱嘅個動作，明唔明啊？再嚟咯，試多次。即係但係撞嗰下咧，因為你係好想向前。其實咧，咪應該向環嗰個。係，你係唔係直情？你應該係咁。記住，我哋撞人咧，好多都係嘅，向前撞，向前撞冇力嘅。呢個都叫向前。你個人重心中前咯，向前撞，冇力嘅。記住，我哋撞人其實咯，雙手叉喺心口，我哋向後掗埋去嘅，向後。我哋係利用我向後掗整個身體去崩開佢，係咪重好多啊？飛飛到，所以我叫你一定要頂實咯，明唔明？即係我哋泵人，記住咧，我哋唔係挨過去，我哋係向後壓落去，即外邊嗰只。即係我哋向係壓住，記住 ，boom 核心壓，然後咁樣撞埋去，明唔明？動作唔大噶，但係你個感覺好勁嘅。即係出邊嗰只腳壓。係啊，你咪兩隻腳跳咁。係啊，撞埋去咯。你啱啱想學抱 hop 啊嘛，係啊，我哋咪就係咁咯，壓住個身，拋上去咯，我哋打橫，我哋撞開個位啊，飛飛到嗰個連續性先，冇操力嘅，用呢度，嗱試一次 ，good， 係 good ball，OK 嘅，你轉向轉得好，但係咧你臨尾泵呢一下咧。我覺得有少少多餘嘅，你上埋就得噶啦。係咪啊？佢本身都 block 你唔到，但你挨完之後有機會令你嘅力量流失咗。如果佢喺你條線上邊，好似啱啱咁，你喺我切入呢條路線上邊。我梗係挨落去啦，我一定要撞落去。但係你並唔係喺我切入嘅路線上邊喎，啱啱先喺呢度喎。你使乜撞佢啫？上攬咪得，係咪啊？反而跳開啲有著數。再嚟多次靚嘅，準備後半場開始帶埋你，係啦。好啦，好停，記住過嚟，我教你喺我喺你嘅視覺話俾你聽，你想去邊邊先？先分析，左定右？右啊。右 ，OK， 帶先帶左邊，先帶左邊，唔係右手帶，右手帶，係帶三步前轉左手，一二轉右，唔係早咗，早咗，轉右手再起動，你而家變咗咧離身起動，人哋咪反應到咯，明唔明？再嚟睇一次，係咁樣睇一次，係右手帶埋去，轉左手，一二轉。唔啱咪射咯，佢咁留心，系咪啊？冇一個啦，佢縮到咁厚，明唔明？再嚟試下嚟，停，太快啦速度。嗱，你而家啱啱你已經 keep 咗70嘅速度，你變速之後咪80咯，個變速得10，慢啲，再嚟 ，go， 停，又係啦，越嚟越快啦，好似過山車咁。再嚟個，因為佢越吞越厚咧，咁你咪射佢咯？你想做咩？你諗清楚你想做咩先？入波，唔係因為你向緊前啊嘛。咁我好啦，咁點樣可以令到佢出嚟啊？啊，中，唔得，太過假啊，都係大佬啊！
邊有人咁啊？你睇佢哋動作，係咪啊？假仔啊，明唔明？嗱，唔緊要，你大約知噶啦。大約知點做係咪 ？OK， 對戰經驗咧，阿豪明顯係唔夠嘅，真係唔夠，打多啲。重點係記住，好似啱啱呢個情況咧，阿 CM 真係縮咁厚咧，記住射咗佢先。明白你咪可以做猶豫步啊嘛，明白？你咪做拜佛咯，得唔得？咁我有諗過做，不過做得太大。哦，唔係，你真係諗住射得佢。明白？其實你如果你真係諗住射，佢都冇孖，明白嗎 ？OK， 好，豪哥唔緊要，我哋下次再努力。話曬都係阿豪系列啦 ，OK， 你講。今日月好啊，好啊，唔係好，今日月好，今日月好月。